大家好，我是大野猪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三连、关注、支持，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消息吧。首先是一个大消息，现在国际服务充值的话是有优惠的。具体操作的话，需要一个自动 IP， 然后打开原神国际服的商店，显示为卢布，就是这个，然后选择支付就可以了。按照现在的汇率，应该是7折左右，这属于薅羊毛了。如果是玩国际服的朋友，现在刚好又想充值，可以考虑一下。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官方有可能会随时调整汇率，这是之前的公告，所以想充值的朋友一定要赶紧啦。然后是很多朋友来询问的 2.6 在什么时候开放，按照计算应该是在3月30号，还有半个月左右，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吧。 2.5 的话还有两个活动呢。这里先预祝所有点赞、三连和关注的朋友小保底不歪，单抽出金，十连双黄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野猪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现在和查尔斯对话，点击这里的研制新配方，就可以把之前没有研制的配方全部都研制出来了。啊，野猪我这里已经全部都弄好了。那么大家记得左下角领一下这个绝版的名片。做完今天的活动任务，记得点一下酒馆议事，然后把左下角限定的摆饰记得拿一下。然而这个东西只能用来看，并不能用来调酒。哎，来一杯中杯木色，木色的话是红茶加果汁。好，第一位顾客完成了。挑战只要达到500分就可以领取全部的奖励了，所以到了500分以后可调可不调，等时间到就行了。这是所有配方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保存一下。新的冰系萝莉同人图又是在这些平台上面传播，也是非常的广啊。这里和各位新朋友说一下，不要看到例会就以为是新的角色了。最后感谢所有点赞、三连、关注的朋友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抽卡圆梦。关注野猪，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，谢谢。